看你们找的花花，我捡了一朵好好的。Sorry，你可以把这个根部，你看我这个压上去啊。哦，可以短一点，要把根茎给对压的比较好看。先拿这个板子放在上面，第一层，第二层。这个真的超级简单的，小家伙，要收拾不了你了，还收拾不了你啊？好了，都知道认清楚自己的啊。对。然后呢？把它压下去之后呢？你俩拿起来，然后紧紧的给它绑在一块儿。就这么压着是吗？对，给它绑紧了，得放好几天呢。五花大绑啊！最后一个五花大绑，这个可以做成红烧肉。哎，我待会儿跟你去弄点吃的，行不行？可以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告状，他就是。因为我特别爱吃嘛，所以我就特别害怕遇到那种就是拿吃的当任务的朋友，就拿吃的当任务。比如说，真的吗？就没有啊，我也爱吃啊，只是说我那个就是对吧，因为喜欢时间效率这个东西。点外卖还是没有做出来有成就感，要不一会儿让姐姐教你两招。哇，那我还真的有一个方案。可以，行，这个标本就做好了。好像大家也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吃了。你之前吃过这个吗？没有，这都是喜欢芝士的人呗。来，三个人一起的，三二一。不愧是朋友圈之王啊！绝了！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个。来，在那个上面吗？对，是几秒？三秒，六秒吧。等一下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要粘上这个？好忙啊！这就是真实的发朋友圈的情况。几开始了吗？给我挤掉了。预备，一二三，三二。耶！立即发微博，发朋友圈。我就是这样高效率。难怪我能每天刷到无数次的自拍，你没想到今天我也在那个自拍里面。坐好。好吓人。发了，哇，豆子这张好胖啊！上镜不是这样，本人不是像这样子的，没关系，肉没有豆子肉的好看、啊，豆子就是因为它肉而好看。